人生按下播放键，你是照着谱子循环往复，还是跟随内心的动力大胆向前？离开舒适区，撞开新世界，远离既定的路线，抵达真实的自我。心中有谱，无惧突破。在新的音韵中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跟随内心的旋律，听，灵感再发生。森海塞尔，